哎，你拍啥？哎，拍外野粉丝。我这个动作就是这样，你拍啥起来？来，哎呦！哇！再带球。哦，好快速哦！哎，很快耶！哎，他没用什么力量，我就是直接哎。对啊，他每天很乖，我就变乖了。这位是不得了的，他真正是靠他身体强大的眼睛来赚钱。眼睛，我知道了，会不会就是那个你说的，他有那种间谍苏联间谍记忆法？哪一种？他真的，他要特别保护他的眼睛。一起来欢迎陈崇光先生。哎呦！欢迎，你好，简哥好，教官好，教官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安娜穿西装啊，有啊，因为我们这个职业非常的特殊，特殊哦，因为要符合这个金钟奖的节目，所以说我们要，哎呦，特别装打扮一下，金钟奖节目，等一下我们伤口上撒盐，撒盐，有啦，我们有得过，有啦，有啦，得过就好了，各位，他就竟然是现代表镖。保镖，保镖，我们吓到讲错，对，保镖，担任保镖的工作啊，一年250万，应该这是基本，小看基本，哦，基本的消费，250万，要进入这个行当啊，的要求是很高的，体能，你看身材都要那几块呢，体格要很好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这个夜鹰部队的话，我在夜鹰部队待了25年，在25年在外面的金保镖资历也有10年，加起来35年，在很荣幸在金钟25年当中有碰过宪哥去慰劳，哎呦，有去慰劳过，所以说我们就很强壮。哎，他为民，我们说要好好的哎，继续努力。其实那一天我是嫌哈拉啦，因为没得奖嘛。不会，你不要那么老实好不好？你夜鹰部队，我跟你好好介绍一下，我们艺能界也是高手如云。哎，对，留鹰部队。真的，真的，这个厉害。你们这个行业里面呢，你有接触过很多的名人呢？当然除了我以外了，还有谁？蛮多的，蛮多。因为你算是最大咖的啊，这个高公威，最大咖的，讲高公威。唯一的就是还没有保护过宪哥哦，下次用一下子团队。哎，谢，没有。演唱会要用我的吧？有啦有啦有啦，可以来。我们像我们比较不会透露这个名人或是歌星的这个隐私了，隐私了，只会说报章杂志有有写的披露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像比较有名像我。报章杂志有林心如啦，这个宋智孝，还有蛮多的越大咖的越怎么样？越好相处，对，就跟宪哥这样很好相处，真的超好相处，亲切，很亲切。对对对对对，那其实没有必要摆谱嘛。对呀，哎，跟身边工作人员大家这个比较是朋友，打成一片。哦，是是是，有没有像那个Whitney Houston 不是演那个 Bodyguard？哎，保镖，那个主题曲就 I Always Love You 嘛，哦，那浪漫。I Always Love You。有没有保为这保护这女生？突然间这女生的爱情 ，fall in love， 情愫喜欢上了哟！来，哎呦，闭嘴了，露出了神秘的微笑。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，我以为下一个就是我现在的老婆。我们的工作就是保护，来，保镖必杀技，来。如果是说，露露是大明星的这个谁汉典兄，他可能要跟他握手，我是疯狂粉丝嘛，我要接近他，对对，他可能要抱他，然后我们的保镖做什么动作？好，我们刚出机场了。哦哦，来，比如说我是露露的这个保镖，对对对，好，他比如说要签名，好签名，对，握手，强吻，强吻，哦，一把拦住就对了啦，对，然后，哦，你要用有点偷偷的弄他一下，他用身体然后挡住，哦，用身体，没有太明显的，人家如果说开枪啊，你要保护我。你会用身体帮我挡吗？一定的，还是你会把我推到前面？哎，先去。在当下的时候，我们的教育训练就是听到枪声，就是一般听到枪声就是躲起来。但是我们在教育训练的时候，听到枪声是跳起来的。哇，变成一种反射，那个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反射动作了，就反射动作。没有没有，就当下就是吓一跳。
哦，太逊了，训练35年。如果是说他汗点，我在保护露露，保护来，你们拿没关系啊。保护露露说他对我不满，对不对？抓，哎，你推什么？你先拍啥？你抓我的，哎，你拍啥？哎，拍外野粉丝，我这个动作就是这样，你拍啥起来？来，哎呦，哇，再带头，好快速哦，哎，很快耶，哎，他没用什么力量，我就是直接哎，对啊，他每天很乖，我就变乖了，这个动作要很快的，要不然的话就让镜头看到的话就不好看。好啊，你推起来拍上啊，拍上，你管，哎，我觉得你会激怒他，你管，好，等下，欢迎他。这个牙结石的，结石到露露了。哎，你怎样？哎，哦，挟持我，接了刀子。万一他这个挟持了，我们不可以去拉露露。对，我会杀掉。好，我们这个动作就是这样子，很简单。我们必须把这个刀子控制在露露的脖子上面。好，来，哎，然后呢，抓起来，抓起来，往外。哎呦，哎呦。要求啊，陈先生，这样真的会爱上你哎，好 man 哦！对，有，很 man 对啊，对的，没有，这当然了，他这一切进这个变化都在一秒钟之内就完成，真的就是一秒钟，你这个动作就要深思熟虑，就是熟能生巧，一下子哦，因为你没有很多时间，一下子导播特写，为什么要特写？精神这么好，来，预备去。对不起，你办什么烂效果啊？我只是想冲出去为各位现场执行一个360度的安检。哦，去，所以刚才踩到真的不是故意的，对，这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这是效果。安检结束，好烂。百劫一场血泪，重游近世救朱门，夕阳一片桃花水，只是听听倩女魂。哎，我希望我讲这首诗以后，大家想起婷婷的时候，就会想起她好诗。我闭眼，枪好像拔不太出来，因为它跟纱布缠住了。哎呦，脱线了！好了，预备起。在场各位的安危，就交给我国光保镖来保护了。让我为各位做360度天衣无缝的安检。OK， 继续录影，谢谢各位。不是掉一巴掌吗？哦，不是啊，短区的部分。啊，这样短，这有误会，误会。来一张吧，好来。请问哪一机？随便你。你没眼睛啊？来，预备，第一张，咔嚓。啊！太棒了。我没有剪。我是代表镜头的意思，我吓我，不是这个咔嚓，我以为你咔嚓我，不好意思。